Biconomy Exchange Biconomy 交易所应用程序上的交易指南第一步注册前往 Biconomy Exchange 应用程序点击注册按钮创建账户填写所有币田字段第二步充值资金点击钱包按钮然后选择充值选择您想要的加密货币和充值网络点击生成充值地址点击分享充值详情按钮并发送给其他平台。第三步，开始交易。进入现货交易页面。在左侧，您会看到交易队列表。使用订单簿查看买入或者卖出的订单。红色代表卖单，绿色代表买单。您可以使用筛选功能从而仅显示买入或卖出的订单。在左侧，您可以选择订单类型。市价订单买入或卖出将按当前市场最优价格立即成交。限价订单，您可以设置买入或卖出的特定价格进行交易。页面的中心是您的订单详细信息，包括数量和价格。点击蜡烛图按钮来访问 K 线交易图表。您可以使用上部的面板来调整交易的时间间隔。每个条形柱通常代表特定的时间间隔，比如一小时。在图表上方，您将看到所选的交易对以及过去24小时的价格变化。图表下方是一个用于选择基本交易指标的面板，这可以帮助您做出交易决策。您可以点击详情来阅读您最喜欢货币的有关信息。下达买入或卖出订单。您的订单将显示在当前委托窗口，您可以监控其状态和执行情况。谢谢观看。请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体验。